是一个怕什么头发怎么样的一个人。我觉得我刚刚盯太久了，我真的让我大放开。不要太激动。好，那当然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要跟所有歌迷朋友们承诺的保证啊，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指纹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，就是要跟每一位歌迷朋友们打勾勾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的这拍到很丑的照片，不丑了，是因为哎，对啊，我说丑不是我介意。昨天我跟粉丝朋友们玩得很开心，因为昨天是中南部的签唱会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需要得到极丑跟极美的照片，是，然后大家就非常的踊跃，发了非常多极丑的照片获得我的赞赏，我超爱的。所以 OK 的，摄影朋友们，就是你们要放极美跟极丑都可以，但答应我好不好，极丑旁边要有一张极美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？哦，只要有极 OK 吗？今天的头发可以吗？已经吹成这个样子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发廊干嘛。其实真的没有乱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没有乱，是真的。它是一种乱中有序的美感。我上面公司的人都冒冷汗。对，只是我现在要请你把麦克风交给公，不管是在这个每一个作品、每一句歌词、每一个旋律，都是全力以赴献给所有的歌迷朋友。左边，好，在左边再看一下就好。我们要盖章喽。用边的吗？好，来正中间。好，3、2、1，请用力。好，要用力盖上去啊。等一下，你这样夹着这样子看吗？很多重要时刻。不会，现在我帮你看着还好，现在还好。来正前方。好，来正前方。对。好，来左手边下方。好，右手边。而且每一次他办活动的时候，都是天气最好的，就是那到台风天的前一天，怎么样？是我跟你组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你以后都不要发别的主持人，好不好？我发过，都是阴天或雷雨，谢谢。是的。好，来正前方，我们今天的记者会要跟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哦。另外一边会飞更高啦。好，就是我们今天有三个金的概念在其中。我们这个金色的承诺书是我们的，让很多的，就是台前幕后的人都很伤脑筋，只为了要呈现出最好的年轮说。所以我想大家是不可能会失望的，因为每个人都为了我很努力，所以我也很谢谢他们。是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邀请环球唱片台湾区总全部绑起来。我就说风很大，可是我年轮说专辑头发就是这样啊，就放啊，反正大不了就吹啊，多自然，真的很自然。那这样我有点后悔。我觉得是在海边 ，OK， 在海边。是，那我觉得你看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指纹呐、啊，就是特别设计的这样的感觉。嗯，那个指纹是你的吗？哦，那指纹是我的吗？是，哦，是的，就是他的。Why？ 对，什么时候窃取我的指纹？所以该不会以后我们把那个指纹拍下来以后，你很多的密码就被我们破解了？没关系，我就是在。把它弄粗糙一点，再把它刮掉，因为以后不管要干嘛，就拿这个指纹去扫描一下。指纹会变，指纹很不会变嘛，指纹不会变，指纹不会变，因为指纹每个人都长不一样，不会变，但指纹会消磨掉。对啊，对啊，会啊，会不小心会有变化，会有点变化。嗯嗯，但是因为指纹是代表跟大家打勾勾嘛，那我们还有今天的这个，这样好了。杨丞琳的名手快哈，真的，该是他的就跑不掉哈。请问一下，我今天这场活动要多丢脸？放大一点 ，OK？ 告诉你们的编辑朋友们，谢谢。哦，还好刚伸手真的，而且我刚刚的伸手是用筷子的方式，刚刚是无名指跟小指很有力这样夹住。好，我还蛮厉害的，非常厉害，眼明手快，杨丞琳哦。好，来正前方。刚刚有拍到那一幕吗？好，右手边。好，左手边。不会啦，头发真的还好，只是刚刚那一刻是有让大家心头一惊，是真的。谢谢，谢谢。